如果说转入是对会员能力的肯定，那转出意味着什么呢？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身份和位置，我是很不希望去交易的。我跟严寒其实挺纠结的，真的是很难选择，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队员。哎呦，这个太难了，我们俱乐部的队员还真的缺一不可。我相信这是一个更加艰难的选择，接下来转出需要各位做出决定，每队转出一位队员。还是我们先说吗？还是你们？那这样，我觉得我们用一个稍微算是战术的一个转出方式吧。我选择转出我们队的一个相对较弱的队员，但是我相信其他几个队也不会要，所以可能他还会回到我们队。其他几个队也不会要。嗯，也不会要。谁呀？我。可就是我。好，有请李晨俱乐部做决定。我们选择转出的这个队员是陈德全。好哇。啊，不是，哦，一下给我说懵了，那就别撕巴了，我们也是丹丹，别撕巴了，快快快，咱俩换人不就完了吗？对对对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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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衣服给我换一换，衣服衣服。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，各种款式、各种花色，任你选择。不，有请李晨俱乐部做决定。选择那个谁，我们选择这个振威，振威，我们选择振威，王振威，王振威。李晨俱乐部转出的是王振威，江潮。快选谁？你觉得？你快，快快！他不行吗？因为我不想让女孩子受伤，所以开始选择博豪和文仔去承受这一切。男人，太残忍了吧？你定。我们要转出的是。李卓文。什么？啊？啊？这个战术我看不懂了。卓文可是给你今天拿了冠军。对呀、啊、这是功不可没呀、啊。卓文上去多伤心呢。是啊，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感性的团队。博豪带病，腿上有伤，还这么努力的去比赛去练习，而且成绩很好。我们如果要是把他推出去，这个太残忍了。所以最后只能选择文仔去承受这一切，因为我相信他的心理能力。他这个是个战术，是个战术。嗯，接下来有请于洋做决定。这样吧，既然刚刚新宇说也同意转到我们组里来了，也非常希望想跟刘玉合作，我们就把刘玉转出去。这也太坏了，新宇是在这拍大腿。我刚才真拍了一下，这真是太坏了。于洋做决定，来，你来吧，做决定吧。姚老师来，我咱俩是说好的啊，我是转入，他是转出。我们没人选了。新颖啊，因为转入的时候没有办法去选择新颜，所以这次想把他换回来。石新颜。石新颜是不可能的。你想什么呢？
痴心眼，好好说，谁？我们真的是于心不忍，因为我考虑下一个项目是评花，周少强会去参加这个评花，然后池心妍在后面的冰上项目肯定是有占优势的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啊。嗯，别选我，别选我。我们当时估计的是，因为流星雨已经来了嘛，我就觉得说可能会把熊猫转出去，因为我跟流星雨同志的嘛，是一个类型的选手。说吧。痴心妍。哇，这全是男的呀，还不如把我打了，真的。这怎么打？我想我肯定还是要根据接下来的比赛去选择人，因为毕竟是这个俱乐部，我们要拿到更多的人心值，我们要去拿到这个比赛的胜利，所以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整体的大局，我只能是很心痛。你兴奋啥？这么开心啊？接下来有请李卓文、王正威、池心妍。三位，有想到自己是被转出的这一个队员吗？有。为什么？直觉吧。但是啊，我希望用我的实力证明你们的选择是错的。卓文，你不相信我们了吗？当时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失落，但是一切听从俱乐部和领队他们的安排。心妍，你有想到自己会被转出吗？都有想过可能性，对。而且你的冰上项目这么强，可是你的经理人还要把你转出。对，就本来在那边就已经受够了伤害。哦天哪，我。池心妍，我虽然很想选他，但是出于雪上跟冰上的综合考虑，所以还只能选张亚宁。很遗憾吧，然后我也答应好心妍了，一定想办法把他换回来。我们选少点点。啊？哎。然后还要在这边受一次伤害。二次伤害。对，二次伤害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那我也想问一下心妍，如果你有机会，你想重新加入哪一个俱乐部？杨哥吧，还是？不是，本身是那个刘玉。刘玉。但是刚刚心雨说奔着刘玉又来的，我寻思你别给人刚来了又给人整出去了。别说那个了，真的。但是他一句话，他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好，来，我们听一下，这位有想到自己会被转出吗？有啊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不，其实我本来就是。学的也比较少，因为本身就是技不如人，但是呢我也有我的长处。对，但是我现在呢一时半会儿就没有办法就是及时把它给展现出来，所以只要给我一点时间一定没问题。因为我们的战术是因为这一趴是转出啊，明白，转出人家不一定会收，所以你就会自动回到我们队，是这个战术，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对，但是啊，我想告诉李晨，你不能选择自己的队员。啊？那不，这不行，我都不打巴拉的了。这为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这，我是真的没想到不能再选自己组的人了，一下子给我弄了个措手不及。接下来公布三位被转出队员的燃心值：池心妍，105个。王振威，60个；黎卓文，62个。黎卓文这么强，他得62个。哎呀，文采性价比高，对，性价比高。
首先有请李晨俱乐部做决定。我们是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出来，我们真的是算了初一没算到十五，所以我只能在新颜和卓文之间选。对呀、啊。当时场上人员中我最想要的就是卓文，但我最后一个选择，所以很被动。哥，我求求你，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没求过人，就是既然不能选自己队的话，你把新演员选走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因为他后面是有冰上项目的，哥，他一切完美，他人还好，我求求你了。哥，我从来没求过你，但是你先留着，你那么多强者呢，我但凡我要是能把新颜选回来，我真的我也不可能说把这新颜让他站着，我求求你能把新颜整走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那我们就听脸脸的呗。行，我们选新颜。晨哥，你上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选新颜了，我们不能选回卓文，所以他叫卓文。因为规则，李晨哥不能选择王振威，但是我想选择卓文，怎么办呢？只能让晨哥去选择赤心颜。江潮又不能选择黎卓文了，所以卓文就是我们队的囊中之物。什么糖豆？恭喜赤心颜加入李晨俱乐部，谢谢。今天我们可以抱你一下吗？特别不想让你走。没事没事。恭喜黎卓文加入鱼羊俱乐部。那别走了。感谢感谢。没有没有啊，这就是新的家。哥哥爱你。王振威也要恭喜你加入江潮俱乐部。三支全新的俱乐部已经组建完成，有请所有的队员来到现场迎接你们新的队员。队长，无敌了！我们第一次转会大会圆满成功。至此，三大俱乐部重展新容，江潮俱乐部行仁义而略逊了实力，渔阳俱乐部斩获两名悍将，聚群雄志在雪场，无敌了。李晨俱乐部可刚可柔，女将撑起半边天，新鲜血液持续搅动，下一阶段究竟谁能胜对变局，赢下这盘棋？